相传，释迦牟尼佛在世讲经说法49年，应得度者皆得度。魔王波旬看到心里很不舒服，就请佛祖赶快涅槃。佛祖知道缘分已经到了，就答应他的请求。魔王并扬言，到了末法时期，他的徒子徒孙会穿着袈裟混入僧堡，曲解经典，破坏戒律，颠覆佛法。佛祖听到便流下眼泪。阿弥陀佛，请问两位施主，你们从何处而来？我们从天界来。我叫波顿。我叫波达。我们的施祖就是魔王波旬。你们为何而来？末法时期已到，施祖派我们来颠覆魔法。嘿嘿，师父该吃饭了。啊，师父，您刚才入定看见了什么？魔王波旬的徒子徒孙也已降临人间。啊，不能让他们颠覆佛法。你自幼学习佛法，极具慧根，而且福泽深厚，此番下山定能帮助世人破除邪知邪见，让他们真正了解佛法，认识佛教。请师父放心，一清就此别过。啊，施主您好，贫道是慈惠寺的一清，想跟您讨一碗水喝。哦，请进来吧。小师傅，你请坐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啊。嗯，小师傅，水来了。多谢施主。请问施主如何称呼？啊，我叫周大友。周施主，你供奉佛祖应该是在家居士吧？什么是在家居士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只知道佛祖能保佑我发财。佛祖保佑，佛祖保佑。周施主，请问您靠什么营生？我以前是锅漏匠，靠修补锅碟营生，现在佛祖保佑我发财，我什么都不用做了。周施主，请恕一清直言，如果不好好工作，就算求佛祖也不会发财。哎，无忧大师不是这样说的呀，他告诉我说，只要把愿望告诉佛祖，拜佛求佛就能实现愿望。把愿望告诉佛祖只是定下一个目标，要按照佛陀的教诲努力去做才能实现这个目标。那边有祥光发出。嗯，有人在说正法。嗯，我们要去阻止。嗯，小师傅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阿弥陀佛。不，是无忧大师啊，我正要找您呢。阿弥陀佛，请问施主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啊，这位一清小师傅，他说如果不好好工作，就算求佛祖也不会发财。周施主，他不是无忧大师。贫僧不是无忧，又是谁呢？你们是大魔王的徒子徒孙。小师父，贫僧又没有得罪你，
你为何要出口伤人呢？周施主，你不要听他的，他是大魔王的徒子徒孙。可他明明是无忧大师啊。他是两个魔精灵变化的。小师父，请你说话慎重，不要污蔑贫僧。哎，大师您别生气，他是小孩子不懂事。哎，小师父你别乱说话了，大师是我们公认的得道高僧啊。贫僧不会跟小孩子一般见识。周施主，你只要心诚求佛，三日之内一定会如愿以偿。是是。这是什么？是黄金，是黄金呐！一定是佛祖保佑我，让我发现这块黄金。哎呀，谢谢佛祖，谢谢佛祖。周施主，这黄金来路不明，您不能要。这金子我要定了，你这么啰嗦，就别在我家里过夜了。哎，周施主。周施主，周施主，和尚，不要白费力气了，他不会听你的了。果然是你们搞的鬼。哼，我们只是随顺他的习气，就算没有我们，哼，他依然有贪心。我们应该帮助他放下贪心，破迷开悟。嗯，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，该向师祖领功去了。怡清一定要帮助周施主。师父，周施主被魔精灵迷惑了，怡清该怎么办？报恩，思齐。报恩，思齐。怡清明白了，怡清应该让周施主了解供佛的真正意义，一是报恩，感谢佛陀的教育；二是思齐，时时提醒自己，按照佛祖的教诲去做。谢谢师父。周施主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有了金子。当然是去买东西了。周施主，佛祖曾说过发财的方法，您知道吗？发财的方法是什么？财布施。哎，让我把金子布施出去，我才不干呢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的金子，我的金子，我的金子！周施主，这块金子本来就不是您的，您想发财一定要按照佛祖的教诲去做才行。我现在没钱了，怎么才布施啊？您可以免费为没钱修碗的穷人修补碗碟哦。这也可以。在一清的开导下，周大勇懂得了要按照佛祖教诲去做的道理，不断帮助穷人。渐渐的，村民们都称赞周大勇手艺好，人品更好，越来越多的人找周大勇修补碗碟。周大勇，黄管家，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啊？我们老爷要办大寿，想请你做些新的碗碟，你愿意吗？啊，我愿意。这是定金。谢谢黄管家。怡清师父，我终于能赚到钱了。你怎么那么快就收了法力？我光想着去向师祖领功，一时得意就忘了继续施法。若不是大意，就不会功败垂成，被师祖训斥了。哎，世人充满欲望，我们还是有机会的。感谢佛祖的教诲，我周大勇以后一定按照您的教诲处事待人。阿弥陀佛。